二三，现在是走直线，应该吧？开始往右边了。我不确定是他往右边，还是我们一开始摆歪哎。但有感觉到他尝试修正。不然我想想看。他是在往右边吗？你可以看他那个舵轮，他舵轮左边舵轮，他舵轮只有在往。对，我如果给他一点角度的话，看他会不会修正回正的话，就应该知道他有没有往右边，但他没有修正回正的，对不对？只是他没有小修回。哎，有，可是你刚刚是摆斜的。嗯，我摆斜他应该要。可是你摆斜他应该要直接应该这样在这边。对对对，但他反而没有。他有想要往右边。对对对对对。但。有，他转回右边了。感觉到了。嗯，所以他确实有点想往右边。我觉得这有可能是因为轮胎会滑、欸。有可能，我觉得硬体其实是占很大一部分的。有，他有会左会右，只是整体来讲是往右的。可以。好。